来，我们看哈，这就是甘乃迪图书馆的正面了哈。看，写的是 John F. 甘乃迪 President Library and Museum， 看到没有 ？JFK， 所以他这个站叫 JFK 嘛，就是纪念这甘乃迪总统哈。他死了以后，后来建的这个 Library 哈。他说是，看看这周围环境哈，这旁边也是在这个海边哈，在海边上建的。走，我们进去参观一下。President Library and Museum。江，奥夫甘乃迪嘛。来，我们看看这旁边环境。哎，这旁边好多人，哦，好大一片，哦，那边也是。哦，那边停车场什么的，那边停车场，好，这边原来就是，然后我们从这儿进去哈。好，我们进来了哈，那边每个进来的叫安检哈。这里是 information， 看没有？就甘乃迪，他曾经 service 是那个海军嘛，是吧？他的照片，是他的博物馆，哎，这看没有 ？JFK President Library， 来，我快看看他墓地，哦，这是一个他的那个 store， 对，我们看一下 store 也可以，先看看 store。哦，他的纪念的，哎，纪念的他 store 他的像。哦，杰奎琳，哦，他是麻州嘛，本来就是这个州的，所以他们这个州还认他。你看，哦，他们家庭照片，看航海的，他和杰奎琳，啊，杰奎琳很漂亮的，看到没？漂亮的。他也是很帅嘛，对不对？非常帅，看，都是他的照片，他的衣服纪念品，哦，竞选总统的时候这些，哦，这有他们的照片，看看。哦，这照片还是比较全，看他的生活照，他们家庭照，当海军的时候。来，我们顺到这里边看一看哈。哦，这是他的家族的，哦，就是访问他们的曾经的那个录像和照片哈。曾经的啊，哦，是他曾经年轻的时候的照片嘛，年轻的照片，还有这边，来看这边，他说 Safe， 哦，在白宫的他们家族的照片，副总统吧的照片，哦，这是咖啡，看一下，哦，这是咖啡，咖啡 JFK 咖啡，哦，这到处都是他照片和咖啡。这旁边，哦，就这海边嘛，对不对？哦，看外面看得好清楚，好漂亮，好漂亮的风景。哦，这就是他的那个大厅了嘛，就他的大厅了，展览大厅，好大，主要是一些纪念的照片哈，当时他当总统的照片。还有这个他曾经，哇，好大，他当学生的时候，当兵的时候哈，哇，好大，那个天地，哦，这个建的巨大，你看好多层了，
线好漂亮，看这个，然后直接到海边了，看到海边 ，beach， 哦，好漂亮，直接看到海边的风景啊，看没有？两边 beach 啊，在这里边就可以看得到，嗯。咖啡，来，我们看哈，这是甘乃迪的那个，看一下JFK 甘乃迪的那个 President 的 Library 哈，很多人来参观，我哈，看这里新修的，这个是贝聿铭啊，华人那个建筑家贝聿铭设计的哈，你好漂亮，嗯，贝聿铭设计的，看看这周围环境，嗯，这旁边还有一个停车场哈，这有一片。嗯，对，这有一片，这设计的蛮好的，这是松柏啊，嗯，松柏。然后我们在这边看看哈，哦，这边是它的 parking， 嗯，它 library 蛮大的，你看它整个，你看从这边看，整个这个形状。哦，这是巴士啊，这从这边可以过。嗯，看、啊，蛮大的，来参观的人也蛮多的，看、啊。嗯，去看看这外面设计的。哦。哦，这旁边也是，这旁边是什么？我看哈。Chief Kennedy, United States, Senator, 哦 ，Senator 这边有，这边还有一个连到一起的哈、啊。除了那个 Library 哈、啊，这是 Edward， 哦，也是，嗯，连到一片的哈、啊。看这里，好大一片，嗯。哦，这里你看他写的有，他是写的 Edward。M. Kennedy Institute for the United States Senator， 哦，这是这个甘乃迪的，他的兄弟吧 ，Edward Kennedy， 他以他的名字啊捐款的那个 Institute， 啊，就是研究所哈、啊，看这好大，紧挨着这个甘乃迪博物馆哈、啊，这是甘乃迪紧挨着甘乃迪的这个博物馆和 Library 哈、啊，它里边又是博物馆又是 Library， 嗯，哦，两个挨着的。哦，因为他们甘乃迪家族，他是本来是麻州人嘛，所以在这里影响蛮大的。虽然都是死了多少年了，对吧？你看他这是影响很大的，影响还在。嗯，哦，对，他捐，他们也是他们家族捐的嘛，捐的那个 institute。嗯，哦，这旁边还有，啊，这样这个 color 的话就是，这个 color 的话就是都是。学校学术哈，那边是都是那这好几个学校，看见没有？这是 museum， 哎，这是 Massachusetts Commonwealth， 哦，Commonwealth 那个 museum， 哦，这边也是 museum， 看见没有？博物馆，嗯，然后那边是大学，看见没有？这是个大学城，然后这边呢就是甘乃迪，哦，就是他嘛，这个 Edward， 哦，这有他的像他捐的，看看这里。爱德华·甘乃迪，看到没有？是他捐的啊，60年的那个 senator， 哎，60岁的时候 senator 他捐的哈、啊，麻州的 senator， 哎，所以他捐的这个 institute， 嗯，捐的这个学校啊，捐到这儿的，哦，所以连到一起的啊，我这里看到了甘乃迪 library， 他们家族哈、啊，他们家族在这个麻州这里建的图书馆，哎，还有这个。这个设计是贝聿铭设计的哈，华人的那个建筑师贝聿铭啊大师设计的啊。